看看，这是健力宝第二次角球。哎呀，两个角球，丢了两个球啊！这个时间，这种打击是致命的。我们再看一下啊，第一点争出来，顶的位置不好，然后张欣欣顶下来，缺少保护啊，缺少保护，就看着自己队员在那争顶，都站那儿。哎，这个球姚健没有办法，没办法，这太近了。这个进球呢？哎呀，又是上来晚了一步啊！又是上来晚了一步。对。